直很赞成一句话，没有丑女人，只有懒女人。意思说，女人你花精力在自己的脸上和身材上，总不至于让自己太差。有一段时间，赵薇成了土肥圆的代表，身材浑圆，脸上泛油光，让人感觉昔日的美人一起不返。同样婚后的林心如也褪去了美的光环，被拍到整个脸塌下来，看上去老了很多，以至于老是被拿出来吐槽。而其实他们两个的颜值是公认的，毕竟年轻时代也是很多人心中的梦中情人，于是大家会是那一句话，谁都逃不过岁月的无情。可是当然美与不美之间本来界限由你说的算，有一段时间的赵薇是这样的形象出现的，身材看不到，脸就更不用说了。而林心如被拍到的照片是这样的，脸再也不紧致，一脸褶子。当大家以为昔日的美人迟暮了，先是赵薇在中餐厅中惊艳亮相，那个瘦回来的赵薇简直太美了，不光是身材好了，脸色也好到爆，简直重回少女状态，即使镜头特写也毫不畏惧。看来为了让自己变美没少下功夫的，因为她本来就很美的。这次在纽约看时装展的林心如已经美成这样了，路人拍摄也是端庄典雅，面露微笑，特别是她的脸的状态已经很不错了，加上露肩的灯笼设计毛衣搭配碎花裙，